朋友们哈，听老一辈人说哈，咱们海边这个深井里哈有很多螃蟹啊。咱们哈今天用这个家里哈吃剩下的西瓜做了一个抓螃蟹的神器啊。我的个妈嘞，这么多螃蟹呢，发财了。有喜欢户外赶海的就给个双击啊，加关注，咱们下午一会儿开始。